Hello， 大家好，跟你们说嘛，今天是礼拜天，本来人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有朋友告诉我赶快哦，主动那边有办地瓜节，因为我一直想参加地瓜节，一直都没有机会，我肯定要来了，一跟头翻起来，穿上这最厚的棉衣就出来了。我一来我都看，天哪，看一下后面，好了，拍给你们看。哦，太冷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在台湾哈，温暖太久了，突然有点冷，还有点受不了。想想看，我们家多冷了，成天我爸妈都在烤火。哎呀，我最喜欢办这种活动啊！我跳下去，天哪！一二三，啊，地瓜，我刚刚来，我还不知道游戏规则。这满地的地瓜是自己挖来给自己吗？应该是啦，我以前参加过那个叫什么萝卜节啊，萝卜节就是自己挖了，自己可以带回家的。太多地瓜了。啊，我去问一下。哦，那边还有供窑的，那边还有供窑的。啊，今天太冷了，风又大。大哥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地瓜是不要钱的，对吧？是自己挖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要上去问那个。哦，自己挖也要称啊？哦，要称的，哦，就是还是要给点钱就对了。一件50块啊。不了解那个游戏规则，一件50块哈。哦，了解了，了解了。我捡的是那个老鼠吃过的了。哦，捡它坏掉啊，这个就不用钱的哈。对。哦，了解了，了解了。啊，好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你烤的啦？哎，这一堆吗？你烤的？钓鱼用的啦。哦，烤熟了吗？应该熟了。应该熟了哈。呦！哎，我来看一下。现在就是要打开了哈，我就是有闻到焦的味道啊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可惜天气不好。哎，出太阳了，出太阳了，太好了。有了。来，我来看一下。你有吃过吗？有软，没有吃过。来，肯定要给你啊。我就知道，我说没吃过，你们铁定会给我，所以说我就说没吃过。在seven买过了，没有一条就好了，大哥，一条，那是原味，一条，我们没有包，不是原味，原味的，嗯，对啊，这商家面就是一般，真正的，一般就是这样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好温暖哦，正好有点凉凉的，拿在手里面，我看一下里面，这就叫控窑哈，我都没有参加过控窑。哎，那你今天不是？今天我就是来，我刚刚来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太热情了，给我两条。我是不劳而获啊，走到了就吃，都没有付出劳动。早上很早来，你们那个参加的还没来呢，那我们就先。接这个窑哦，等于你们还没来的时候，我就有空来哦，帮你们那些弄好，有空了再来取货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好好暖了，对，这样就好温暖了。谢谢大姐，很香，原味的，好。哦，装在兜里有点脏，没关系，有点灰而已。哦，你看一下这边，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。你烤了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你才来。帮忙一下，帮忙怎么？丢进去哦，好。太可爱了，牙齿会倒。哦，牙齿会倒。哎，旁边要先推进去，先推，把哪里推进去？推进去。一起参加更热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这里烤火，我头发不烧到吧。啊，看一下，我被热情的邀请了，现在一起参加活动。虽然我一个人来，但是我还是感受到满满的热情。我也是，而且替我们烧一下。谢。我等下去买一些还你了。我兜里还有两个，看。是啊。好快就熟了，先生。哎。看我还有，变魔术。天气这么冷，这样子。对，给小孩子玩一下了。
一起。哎呦，又送过来了。新蜂蜜啊！啊，烂掉了。我有，有，我有。哎，对。要会员吗？对，加正版那个还没熟，感觉。在，没有熟。这个还没熟哦，还在烤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我再去走一圈。太好了。看一下这个氛围，看一下，太爽了吧，对吧？我帐篷都搬过来了。哦，这个已经烤好了，已经烤好了。哦，还有那种用锡箔纸包起来烤的，还有烤鸡蛋吗？烤鸡蛋呢，包起来烤比较好烤哈，就不会有泥土哈。我们要换，就是要维持到煮完。这是我的，我要去慢慢享用了。这才是童年，这才叫乐趣。想着一天抱着书本读啊，我都觉得累啊。我这样说法是不对的。这个活动只有两天，昨天跟今天。今天我是下午来的，已经是最后半天了，一定要珍惜啊。了就可以带走，那等一下就可以坐在我们的帐篷区观赏。哇，好甜哦！真在笑我，笑我在自拍湿地瓜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打卡拍照区，就是一种这个有距离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有大大看到旁边有不同的装置艺术，它有破破破散破拍，或是这个非常适合。很甜，这是什么地瓜？台龙57号。台龙57号，很神奇的哈，你叫我查都很好。嗯，它是有甜，有那个松软，还有就是有点像那个栗子 QQ 的，就割的，对。他们那边是自己挖了自己称哈，要称啊，要称多少钱一斤？1斤50块啊，1斤50块哦。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下，可以自己挖，也可以自己直接买，对吧？也可以啊。哦，了解。你自己挖就有一种体验啊，一种体验，对。年度最盛大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台农季，那因为呢有帮主线，所以我们可以聚集很多的农民朋友，还有太好吃了。哎呀，是个地瓜，口罩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了，还好现在户外不用戴口罩。就在这里领取这个，然后自己去挖，对吧？不是，哦，不是哦，不是有活动的。哦，活动，对，活动是怎么规则？300元一次，然后可以带走5斤的地瓜。哦，你需要借铲子，押金的话是一斤。哦，一支100块。那你还我铲子，我都押金还给你。哦，了解了，谢谢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桶子、铲子，就是这样的。看吧，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的哦。肚子饿了，这边还有卖一些花枝丸、热狗。这个是地瓜吗？看起来像那个，那叫山药啊。哦，这个好大哦，双胞胎啊，很大。好，现在讲话呢比较温柔，他的声音其实也是这样子。好，我很期待你们的演出。那我们剩下的时间，耶，太好了，人越来越多了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冷了，所以我们把位置都坐满。等一下呢，有好听的音乐，又可以边吃边听歌，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好了，这边看一下，哦，太冷了。看吧，现在因为冬天快到了，大批量的橘子，各种橘子，各种品种都出来了，而且包括砂糖橘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些在地的土特产，小菜，地瓜。欢迎你们，谢谢。啊，这是地瓜，还买一些秧苗，那是茄子，对，茄子。啊，地瓜60一斤。这边是一些吃的，然后我现在脚下就是一片农地。看吧，是农地，他在一个农地举办的一个这个地瓜节的活动。上午还在床上那个半死不活的，一听到办活动凑热闹，然后精神百倍啊。他今天这个活动哈还不算很大，他就分为就是那个熟食区，然后零食的，还有土特产的，然后办活动的。看吧，就这个棚子只有3个，然后那边的话就是我刚刚带你们看的那个地瓜田，还有就是那个控窑的场地，哎，大概就这样，看吧。哦，街头艺人也来了，街头艺人跟我一样，只要有热闹都有他们。我跟你们说嘛，我们新竹哈这边真的是湿冷湿冷的，今天大多数人都穿羽绒服了，这真的不夸张。前两天我去台中的时候，那个真的是晴空万里啊。哦，
珍珠拿铁咖啡、暖心擂茶，擂茶就是花生粉啊什么的，哎，反正我不爱吃那种。包包制作，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哦，自己写哦。哎，有意思哈，有意思哈。那小孩子在干嘛？哦，童年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觉得台湾小孩子的童年真的好幸福哦，他们会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。哦，这边在烤肉。哎，大家知道吗？现在哈，科技越来越进步，社会发展越来越快，很多都失去了天然的童真乐趣，失去了天然的一些乐趣。像台湾，它就提供了很多，像刚刚我拍到的，就是他们在捡鸡蛋呢、啊。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知道鸡蛋是怎么生出来的，去哪里捡的，所以说台湾他们就常常提供这种体验跟乐趣，让小孩子去感受。鸡就是在草窝里面下蛋呢、啊，就是让他去捡呢、啊。那个地瓜是怎么挖出来的？萝卜怎么挖出来的？他们就是喜欢这样子言传身教，掌声鼓励。看花田区哦，对，我就在网上看了，听说有花田区呀、啊，波斯菊呀、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，跟你们说嘛，花田区可能要让我们失望了，没有看到几朵花，风太大，花被吹走了，这地瓜也太多了，看一下这个地瓜，好多、哦。哎，刚刚我就看到那些小朋友哈，他们垃圾分类，然后放在这里哈，所以说好的品质啊是这样代代相传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波斯菊太少了，真的没有几朵花。没关系，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一样会很开心的。看一下小孩子天真的童年，搬那么大一块砖，这个这么大怎么不要了？哦，受伤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吃的呀。好了，放着吧。有没有挖到啊？有挖到啊。好像没有很多了哈。还很多。有，还有很多，但是我看有受伤的，他们就不要了。对啊，他们丢在那里啊。更可惜呀、啊。太可惜了，可以吃的。受伤没关系啊，受伤也可以吃，对啊，受伤也可以吃啊，对啊对啊，消掉就好了。对，受伤有什么关系？只是一点点受伤，没有关系。对对对，那个都没有坏。对，又不是烂掉了，它是最惨的，它是外伤而已了。还是你们专业的挖比较好啊。这样专业挖，我们腰骨都要断了。不要，腰骨都要断了。对，我们不是专业，我们是。弟这个。啊，这个，来这个，看一下，这个超多，你看超多，哦，呀，哇，天哪，挖掉有没有？嗯，都，哎，很这很锻炼身体哈、哦，又有乐趣。哎，这个会不会？这还有啊？啊，这样不会坏掉。哎，这不会坏掉，没有坏掉。嗯，哇，这个，好多。它都怎样？它都被人家把藤拿掉，人走在上面都不知道这有。他想说用手把藤子一拔，地瓜就跟着起来了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然后在日本也是啊，他们都会带小孩子去挖地瓜，很有乐趣啊。这都被人家踩到了，对，看不出了，要穿雨鞋了。我们。其实要整片的挖才好，因为这样会有漏网之鱼啊。一定有啊。对，太多漏网，这样会浪费啊，断掉了。对对对，你要用力踩深一点啊，要用力踩深一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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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身都粘上去了，这不怪你、啊。太瘦了，我看你要长点肉啊。有没有？嗯，不行不行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哪里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泥土踩得很紧哦，被他们踩得很紧了，没有松软，所以说你就不好挖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没有，他们应该要怎样啊？有一箱一箱的，对啦，一条一条的，一条一条的这样子弄。可是现在就变成了，就东挖一下，西挖一下。我们也是啊，因为都被他踩掉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哪里没有啊。对。这个去买都要钱呐、啊，那肯定啊。这里的地瓜哈，起码还有一半以上，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，他们是来玩的，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做到
很干净了。你看这多漂亮啊！没有什么办法，对不对？就加减挖，加减挖，但是会之后会浪费啊。你看这个好完美了，你看没有一点伤，嗯，完美。哦哟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一个你没看到，受伤了，那没办法，嗯，对，难免的，这难免的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我那小时候跟着妈妈一起挖地瓜，不是这样的，一箱一箱的土，挨个挨个的挖，一点都没有浪费，这样真的太浪费了。但是后续应该有地主慢慢来处理吧，尽量不要浪费食物，粒粒皆辛苦。哎，好了，太冷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蒙头大睡了，竹东地瓜姐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哎，我要回去了，好冷哦。